开始。OK， go go go。可以了，走，快爬！你爬，你爬。葫芦娃队率先开始渡江。后面凑绳子，给他凑绳子，先你上去给他凑绳子，给他送绳子。我来。来绑那个点，绑住我，绑住我。绳怎么弄？绑，绳尾在这儿，绳尾绑紧。可以了，这边一拉就出来了。哎，送绳子。别走！我要爬过去！让我过去！加油，稳定，没关系，稳定。Yes。别走！放手，不要拿那个鞋。我来，你们去运输吧，手里还不错，行啊，哇，还是好，很好，可以，哇，好棒，很有力气，你看，很有力气。我从来没爬过这个，因为我是足球运动员，所以平时的时候我下肢练的比较多，上肢就练的比较少。前半程还好，然后到后半程的话，就手就很酸。帮他！我先扔。
去。到那边之后才知道，就是因为我们是过去的三个人的绝对的力量都不够，所以就非常费力。就是在出发之前，何卫兵大哥有跟我说过，他说队长，这个铁锁很重，要不要再多派一个人过去？然后我说不用，这个铁锁的重量我们能够应付。我当时其实我应该把这个意见听进去的。你把这个拉开，这个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把那边对好，对，我们都给他们抬一点。葫芦娃队已经完成了两个条面铁锁的架设，现在要打石头队，还有一根铁锁没有铺设完成。你去帮他，你去帮他，你去帮他。好，浩然回来了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你去拿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好，来来，快快快，来给你接，接这个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要打石头队完成了两针桥面铁锁的架设。往前走一点，往前走一点。好，你帮我拿板吧。反正有点不好扣啊。好，你先帮我拿板。浩然，第一个往前一点点。浩然，浩然，浩然，这个没有砍进去了，浩然。这个 ，OK， 我上路桥。稍等一下。左手边这个浩然，继续扣第一个，再把这个也扣过来。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插上去，插上去。我们的问题是铁链没卡上，铁链没卡上。好 ，OK，OK。Okay. Okay. 那边卡上了，那边还没卡上。浩然，你踩脚踩下去，这个。队长，铁链卡好。往上走一点，往上走一点，这样子可以了吧？没有没有，对 ，OK 可以 ，OK。我跟佟三号其实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，因为他装这些东西他比较擅长，卡进去，然后我就去拿。其实我们两个人装板的速度还挺快的。那，他是先铺三块，再扣手，铺三块去扣这个手。好的，第二块后面。方向反了，方向反。我往前会靠后一点，好。往前，往前。那个，你来黑边上，他被你来板，你住。你让黑边上的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你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让他来吧，他来，他快一点。多往前会靠后一点。能再快一点？娇娇铺板子特别慢，他
可能是更保守一点点，因为他是做大局的。但是比赛的时候，我认为是一个就是考验你随机应变的东西。但是当时我，没有做出这个去强势的把这他的这个工作先拿开。这个铁索扣不上了，我能踩吗？我帮你踩上来行不行？好，铁索要扣下那边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不行，让他踩了。再来一点，好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个人挂着。你起码推前一点，推前一点，不用那么硬，推前一点点。前推一点点，往前推一点点。不过一定要贴合，一定要贴合。贴合不需要贴合。贴合才会稳。佟章浩扑得好啊！登山嘛，他很有经验。不要上来，你不要上来，我拉不动。我先把这个拽下来。上板，上板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拿板拿板，先拿板先拿板。左边的扣锁。坚持一下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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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吧？扣锁。右边的，一二，扣锁。游戏开始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，就是有可能这个锁会不太好扣，但是没听他们，然后我们的，然后后面森森在前面扑的时候。他扣不上，然后我想着肯定要试一下我自己的方法，然后他还觉得好，然后后面的时候一要扣绳板的，他就说压一下压一下，扣锁，够，好，慢一点，好，上板，踩一下踩一下，踩，踩一下，队长。踩一下，拉一下，然后扣不到这边，这边，拉上面，拉上面，再来，吊上去，吊上去，我吊上去啊，对 ，OK， 好，你后面就有靶子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，好，你能踩这个板凳记那个东西，你能记那个，后面还有一个，你们记那，能记前面那个杆子，你要帮我拉一下，我来记。你要拉一下，你在哪边？右边。在右边，我在右边，我在右边。来一点，来一点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再来一点，来一点，来一点，好。来。OK。中间这个还没。这一板，这一板，这一板。板哥，板哥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往前扑一点点，往前扑一点点，无所谓。得住。这样可以，往前一点点，可以不用太紧了，对对对。我们这速度真的慢。要稳，要稳，要稳，桥要铺好。我们领先，不要着急，慢一点。中间再上一个。板上完让他们上物资啊。要不要我给你换一下？来，没事，不用换了。做不到。来一下，颠一下，颠一下，晃荡一下，我找司机。这个，你的分量不够。需要我吗？架一下，对，一起挂一下。好，好，再来一个，左边，这边，你上一下，给我拉一下，一二，走，站一下，好，好棒啊，人
新奇泰山移。OK， 就这么快。可以上，可以可以。可以搬了。搬运输，搬运输。搬了，搬了，搬沙子。不稳，不稳。等会儿，别上，别上，别上。扣伞，把扣板。上屋子，上屋子。过来，走。扣锁。搬。丽丽，你上桥来，人不够。我在哪个？我没有那么稳。上屋子。因为我恐高其实很厉害，而且我一直在桥的中间这一段是最晃的，所以说我就是一格一格的移，但是一只手是死死抓住这个铁链。其实我相当于我只工作了一只手。不要在这立，我站不稳呀。来，给我来负责给你们的，我来负责给你们。接过来，顺，不行，再肯定慢。他们都没有扣，会掉的。好，那个其实不，下面那个扣不用扣了，下面几个，把子上的扣不要扣了。哎，快！对手真的是挺快，因为他们那个板子没扣，但是呢，从我自己角度来说，赢当然也很重要，但是要稳一点，然后也要保证大家的安全。给我们点空间，往前扑一点点，往前扑一点点，没空放。往前飞，我留了。帮我踩一下，大哥帮我踩一下，右边。啊，踩了。大哥右边。踩右边。对。人太多了，你拉不动的啦，人太多了。我躲不了，现在。不要急，小何。哎，来，我给你扶正。左边，好吧。OK， 坐左边。好了没有？一、二、三，一。等一下，别急。大哥，不行，坐。哎，我来。喂，娘。再来个板子。最后一个。别动，大哥，别起来。大哥，别起来。给。放这里，我来帮你一个。船是最快的，骑我的船。船，系我的船，拉着绳子船，一只手船。船的距离太短了，走。来，继续。葫芦娃，慢点。来，放这吗？武汉，你P5自运送过江。哎，等一下。要打石头墩的桥面也接近合拢了，加油！打稳了，同志们，打稳了！稳是第一，再来一个板子！没有板子，没有了！给我们递板子！给我们递个板子！哎，我过去吧！这！来，不用过来！好，停了！好了，最后一块了，够了，板子够了，撤！我们先下去，踩好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加。
好，来，准备，一、二、压，啊 ，OK， 你听着没？你听着没？你听着没？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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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先过，先过，先过。来来来，拿去拿，大哥，你过去。可以跪着，桌太多了，跪着，跪着，跪着，递给我。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拉，拉出去。来，直接过，直接过，直接接过。你来。自己过吧，不要放，不要放。过桥，过桥，过桥。可以，可以，过，可以。要你过，你过，你往，你往后跑，我这样行。你过去，你过去，递给我吧，我这受不了。浩南，你过去吧，搬过去。搬不动了，丢到这边。好，放到这一格。好，
子，加油！加油！这个珍妮真的不错。小农事买很多牛回来叫我们去放，然后他就在山上我们自己的那个木头房子周边去养。那个地方我们有不同公路，像每次上山都得走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到。就从山下的家走到山上的木屋。山上是木屋，山下没有家。这个就住在木屋。对，那个就上山买东西就得走两个小时。对，对，来回可能四个小时。木屋里面跟人力的相比，每天就来来回回好几趟。换一个，累一下，我累死了。你少走一会儿，你往前面走一段，我让你少走几步。好。再坚持一下，加油！但是你别说，陈医生那队力气也慢下来了，大家体能就下降。
坚持一下。哦，小心，没了是吧？上上上！我来运，你去运，把那个鞋运不动了，你去吧。你过去。你去那边运去。换一个，队长，队长。三弹，要重量重，对。停表。赢得漂亮，葫芦娃队成绩有效，五十代全部过江。我们没输，可以的。我们没输，我们没有输。我很想下去帮他们，要打十个。没了吗？把那边全部地板都一起走。过！来，快！来，给我！啊！啊！最后一代！1、2、3！走！好，小心！走！停表！停！好，做到自己就好。好，没有失落。我们没输。耶！恭喜葫芦娃队！你们获得了本轮的胜利，我太棒了，我们
想哭。太牛了！没事，我们很努力了，很努力了，很努力了。行吧，行吧。